好，今天是3月28号，这边是三峡河湾潭。那上次有人说，那个我上次报那个湾潭那几个潭，现在变好多人了。其实我想说的是哦，那个影片刚出来的时候，不一定就要跟着去凑热闹，因为影片一出来，一定很多人会跟着去，所以你可以等大概半个月、一个月再去，把它影片看过之后，了解这个地方怎么哪边可以走哪，走哪边去，然后哪边钓，然后过一阵子再去就不会那么多人。像我钓鱼就是那个平广溪啊、青潭溪啊、景美溪啊、三峡河啊，这样轮流的钓，就比较不会遇到那个凑热闹的人潮了。哦，那今天我们要去上游找一条新的那个下切路径，哈、哦，那条下切路径没有走过，也不知道找不找得到，反正那条路径很重要就对了。哦，为什么重要呢？我找到我再跟你讲，没找到讲也没用。哦，好了，等一下继续往上游出发。好，那现在找到这条路了，应该是这里吧。如果没问题的话，那边，这条就是大埔路，哦，反正自己找啦，我也不要介绍太详细，不然人家都说又一堆人，哦，找得到你就找到，不过有一点是私人地的感觉，走看看，因为我看一下附近没有路了，应该就是这一条了，哦，走吧。那有遇到地主的话，要跟他打一下招呼。好，在哪里呀？这里吗？还是这？走。我也不知道在哪里。应该是这里吧。哦，这样子算，哦，蚊子好多，这样算秘境的了。对，哇，对对对，哇，这边要拉绳子，哎，我
还有楼梯，哇，厉害！还要走楼梯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呦，厉害！哎呦，哇！这一段很陡，大家小心啊！看这个路就知道，一定是在地人才知道的路。也有三叔，等下回来再来拔。我的嘞嘞！为什么这么多垃圾？我的真无水准啊！我以为是秘境呢，原来秘境通下来是垃圾堆，好妖！到了，到了！哇！哇，还是有水啊！好了，到了。那这边常常看影片的应该蛮熟悉的吧？这边就是迦叶禅寺，哦。那我们都从那边下切嘛，对不对？下切到那里。为什么说这个地方很重要嘞？这个下切点很重要，因为你下切到那里之后，你需要过一次溪。再过两次溪，有一个90度的溪，这颗大石头旁边这个潭就深。那你等到水浅的时候，你可以过来。可是后面那一段，哦，蛮多人在钓，两三个。后面那一段你水浅的就不好钓，所以你过来就没用。那你水深你又过不来，所以这个找到这个。这个路是很重要，你那一段你就可以省略了，所以等于出水的时候你一样可以过来后面钓，那个水量后面那边的水量就刚刚好，不过下来也是有水，可是你还好，你水这边的水都还好，好啦，等一下我们去下面钓吧，下面今天也那么多人了。所以说吧，钓点公布都是很多人，可是大家可以出来走走也是好啦，哦，只要垃圾不要乱丢就好了，不要像刚刚那样。好，走吧，我们等一下去钓吧。来了，哦，嗯。
来喽。哦呦喂！高调。好，现在是下午4点多，应该快5点了。今天不怎么迟。都是中小只的，没有很大。好了，戴上防水壳吧。Know you've been a good friend, and that's in the thick and thin, and I know it's never gonna